出来玩还要我给你拿着冰淇淋，真是麻烦。爸爸啊，叔叔可以用它换冰淇淋吗？可以啊。分享果然让人快乐。你居然抢我冰淇淋，还不是因为你爸爸不爱你，更爱我。你家小孩在打架，你不管管吗？没事，小孩子嘛。再说我家孩子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。这次居然有分寸了，知道不用超能力欺负小朋友。喂，你们，这是我们的地盘，谁让你们在这里玩的？你要保护比你弱的人吗？妈妈，有怪兽！哇，不错嘛。你好厉害，我们做朋友吧。